现在这咖啡厅这儿呢，我哪都不去啊，你快点过来。你不用再等了。徐诺他不会去的。你是谁啊？你还记不记得你说过许诺这辈子都不可能属于我？不过他在最关键的时刻还是选择了我。真抱歉，让你失望了。你们怎么会在一起？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不信是吗？我理解你，耳听为虚，眼见才为实吗？我有照片为证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发给你。杨欣然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不是你别哭啊！发生什么事你说嘛。事儿了，你跟我说说行不行？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忙呢。来来，好了，别哭了，来，眼泪擦了，别哭了。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？行了，你别哭了，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杨欣然。杨欣然。